大家听过 oil pulling 就是身体排毒，但是肌肤原来都可以 oil pulling， 一个礼拜一次令到肌肤容光焕发，年轻再现。肌肤油拔有很多好处，第一它可以增强肌肤的免疫能力，第二就是刺激细胞促进新陈代谢，第三平时的污染物、重金属、细菌在毛孔很难排出的，今次油拔就可以通通将它们带走，最后呢原来是可以通回面部的淋巴，所以油拔一个礼拜做一次是对肌肤非常之好的。同肌肤做油拔是一个礼拜一次的，你会见到的效果非常之明显，就是你要白净了、滑了、少了黑头、细纹少了，同埋你的肌肤都没有那么容易敏感。做油拔的过程非常之轻松和愉快，因为它的香味令人是很 relax 很舒服的。大家要准备的材料非常之简单的，就是两块的湿的棉花，要准备就是 midnight oil 晚间武士，另外就是 nita 隐形精灵。首先就湿了两块的棉花，然后两喷的晚间武士，两喷的隐形精灵就全面打圈。这个细小的动作可以令你减淡色斑、均匀肤色、减淡细纹，还可以有紧致 V 面的效果添。